但我之后的生命里会充满对你无尽的思念。停停停，太假了啊，稍微专注点。小叶，你的表情能再甜蜜点吗？好的，再来一条啊，准备，再来一条。没有你我会活下去，但是我接下来的人生中会充满无尽对你的思念。停停停，太假了，那个手指不要挡着脸啊，陆总。来准备啊。陆总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平时戒备接吻他一向是一条就过的。肯定啊，是在我们乔乔精湛演技的碾压之下发挥失常了呗。你就不能有一天不歪歪吗？能憋死你吗？我的天，你懂什么啊？歪歪。停停停停停，演技的必经之路。还是太假啊，太假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要不说啊，就真刀真枪直接亲。哎，你想得美，我们陆总有深度洁癖。导演，要不然别接吻了，直接拍吧。那行，来吧。可是有深度洁癖，绝对不能真亲。我看呀，你对陆总的了解还尚浅。赵萌，你给我记着。还说呢？你给我等着。相思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在你刚刚甜蜜蜜的时候啊，我就来了。在想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？我哪有？陆大影帝，我特别想采访一下你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个从影多年、坚持戒位接吻的男神，突然愿意献上自己的荧幕初吻了 ？NG 太多次，不想麻烦大家。可是你戒位经验这么丰富 ，NG 这么多次，好像有点奇怪啊。也许太久不拍戏，生疏了吧。你为了这个乔伊啊，自降身价饰演男二号，现在又献上自己的荧幕初吻，你对这个乔伊好像不一般呢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不管别人说什么，谣言都会不攻自破的。我看这次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哎，陆总，陆总，你果然又上热搜了。你看一下，陆景年银屏初吻，已经在短短的10分钟啊，话题已经超过10万了。还有这个，乔伊和国民老公也跟着一起火了。啊，还有这个视频，疯狂转载，你看一下啊。陆影帝，我看今晚应该又有很多女粉丝要失眠喽。好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拜拜，宋女神。嗯，陆总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。我去，乔乔，这回你可真火了！快看，快看。啊？什么？这10分钟，粉丝都涨了20万了。
比你以前一年长得都多。哎呀妈呀，这抱影帝大腿的好处真是立竿见影啊，专治默默无闻不温不火，效果杠杠的。你仔细看看，这都是黑粉。哎呦，这说什么心疼陆几年，这么丑的嘴怎么亲得下去？乔伊你个贱人，抢我男神荧幕初吻。哎，还有这条，我们年糕和你不共戴天。哎呦，你都成公愤了。没关系，网友发泄一下情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有些人想引起公愤还没有这个机会呢。你就是林诗意，嫉妒就嫉妒嘛，大大方方承认不就得了。嫉妒？我嫉妒啊？你也不看看，乔伊的粉丝连我的零头都不到。我看一下，我有什么好嫉妒的？哎呦，这不到十分钟啊，粉丝都涨到30万了。照这个速度啊，马上你就能超过那些某某女星了。哎，我得赶紧找一个团队维护你的微博。